所以今日咧，我覺得睇到佢呢一番嘅努力，呢一番嘅成績，佢擁有咗自己嘅觀眾，擁有咗自己嘅光環，我哋做朋友咧，其實做唔到啲幾多，只可以支持佢。所以都係佢自己努力出嚟，亦都好希望開完呢個演唱會，佢有更多嘅勇氣去面對佢更精彩嘅未來。咁啊，而家落嚟咧，大家可以休息一陣，留翻啲力，等佢陣出嚟聽我唱一首歌，好唔好啊？